下面是咱秘书长要来甲咱精彩的讲课哈。秘书长是台湾第一位的战争学博士，嘛是唯一的战争学博士。哈，啊，无咱即马就来听伊精彩的演讲，请起立。行嘞，请坐。各位学员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这声音听起来怪怪呢。搁一摆好啊！各位学员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还比较有精神。来，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台湾，你认为台湾有参加，请你举手。台湾有参加，台湾无参加，请你举手。有参加甲无参加，拢爱举手，我甲你讲哦，我讲一摆，搁一摆。也唔对，不要紧，无人甲你笑啦。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台湾有参加，请你举手。好，台湾无参加，请你举手。你看吼，边边拢台湾，有人讲有参加，有人讲无参加，你看台湾有乱啊无啊？台湾无参加，好。我问一个问题哈，我豆豆甲恁回答啦哈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啊，什么人轰炸台湾？卖讲。日本轰炸台湾，请你举手。美国轰炸台湾，请你举手。有轰炸台湾啊，无参加。有人甲你轰炸啊，你无参加。你听有无？你有去用轰炸、用炸弹的？炸弹弹算的呢吼？有轰弹炸弹，讲无参加，当然有参加啦。讲向美国人甲你弹炸弹呐、有参加无？有啊。过来。台湾建年的，请你举手。建年的，建树的，请你举手。然后听看，你阁够足奇怪呢？你讲你建书，你哪有光复节？你有光复节有啊无？有诶举手。无，恁从细汉到即马十月二五，恁诶课本甲你写光复节啦，你即马讲无？知影放假尔？阁问一摆。有光复节，请你举手。无光复节，请你举手。没有光复节。无举手是什么意思？这是咱台湾人的本性啦，我跟你讲哦，台湾建书教导，咱应该无光复节啦。但是国民党入来跟你讲台湾光复哦，大家欢喜个，因为放假。好，恁这个观念，你今日若无来上课，你根本搞不清楚。台湾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。台湾个建书，所以台湾一定无光复节。你建书哪有光复节？你建书起来要光复，无光复节。问题来啦，无迄天是啥物节？迄天总有一个节啊，啥物节？来，我讲互你对啦，不要紧啦。当我诶时阵，台独联盟。民进党伊讲叫做台湾中战，中战呐、你认为中战对的，请你举手。无人，恁即摆拢真巧啊，吼，拢无爱。这台湾人的本性安那？我若叫你举手吼，你的目睭开始甲目尾啊，开始晒。无人举手，你就不举。我甲你讲，迄天哦，毋是中战呐、啥物讲毋是中战？中战的意思讲。战争拢结束去啊！十月二五，大行唔是叫做中战，迄天叫做
交战国军事占领日，就是两边的修台啊，导航去当中，迄天叫做交战国的军事占领日。和平条约下来，啊，个生效，对，变作友善时期的军事占领日。即嘛是什么时阵？即嘛就是友善时期的军事占领日。所以今日台湾的地位，今日台湾还阁是军事政府占领中。什么人甲你占领？你不搞清楚呢。但是一旦确定的就讲，今日还阁军事政府占领。所以我伫战争话内底，但是我就感觉很奇怪，美国轰炸台湾，伫迄个时阵，美国甲中华民国是同盟国，对不对？啊，有怀疑咧哦。美国迄个，你有谈过同盟国嘛？有啊，你课本拢有啊。美国甲中华民国叫做同盟国。美国轰炸台湾迄个时阵，美国人是咱台湾人的敌人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伊甲你轰炸。啊，美国甲中华民国是同盟国，所以中华民国是台湾人的。啊，你这简单的 A 等于 B，B 等于 C， 这恁看无呢吼？美国甲中华民国是同盟国，啊，美国甲你轰炸，美国是你台湾人的敌人，啊，中华民国嘛是咱的敌人啊。对不对？对啊，你别惊啦！哎呦，搁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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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中华民国是咱台湾人的敌人，请问，你今日台湾人哪会去替中华民国做兵？好奇怪呢！啊，过来，美国是咱台湾的敌人，中华民国是台湾的敌人。啊！美国轰炸台湾，照道理来讲，应该是美国占领台湾才对啊。因为战争话有一个征服者，谁征服你，谁就有占领的权利。啊！你中华民国迄当时用日本拍起个四川去啊呢？伊是建树日本呢，建树日本等于建树咱呢。啊！建树的人来到台湾，啊，咱去替做兵。好奇怪呢，吼！啊来，所以各位，你是台湾人的，请你举手。你是台湾人的，看起来是拢台湾人啦。啊，你变来证明你是台湾人。哦，这问题有够简单呢。你证明讲你是台湾人啊，啊，你现在讲嘛会使，啊，我也要讲台语啊，所以我台湾人啊。但是国际法内底，你袂当讲我会讲台语，啊，我是台湾人。马英九最近也有台语袂歹啊呢，伊毋是台湾人呢。好来，你讲你台湾人，你变哪证明？我国祖宗八代在台湾，啊，就是台湾人，未必呢，未必呢。因为我国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听过没有？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丢一下手。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对着举手。咦，啊，没人举手。啊，不，这套也上诶。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也较勇敢的啦。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对着举手，请举手。台湾，你呀，你好，你讲英雄。对了，对了，对了，哎，因为牙齿在台机压起来。啊，过来，你听清楚啊。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诶，国宾饭店是住在国宾饭店的人的，对一下手。唔对嘛吼，啊好，这你知影吼？我后边有哪有人家去？安尼我甲你讲，我明仔载要带恁家，我带恁家，恁家就是我个。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个，不对。安尼台湾那是台湾人个，因为国宾饭店你没有所有权状，你拿不出来嘛。所以很简单的，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不对，很简单的呀，你没所有权啊，你的所有权在哪里？在日本灵魂，在哪里？日本天皇100分，啊，希望我在日本天皇那，你要变啊，
条约去甲变啊，课本甲变啊，课本讲拢假，课本一开始就要甲你骗，甲你骗啥？因为中国人来台湾的时阵，伊一开始就要奴隶台湾，要将咱这台湾人拢做做伊的奴隶，啊，要做奴隶，就伊安那，伊要甲你改变，改变让你较成奴隶咧。各位，你有成奴隶无？有无？你有成奴隶举手？我是无成奴隶啦。啊，你成奴隶是成伫倒？啊，你的脚拢有向绑掉的有啊？有啊？脚链有啊？哦，袂歹哦。趁钱支持国民党，你袂歹哦。来，我讲，你有中华民国的身份证有无？你甲摕出来看麦，我甲你证明你是奴隶。中华民国身份证哪有在？举手，提出来看麦。你要提出来看麦。中华民国身份证，中华民国身份证的背面，我跟你讲哦，有的人哦，未生出来到死哦，都唔知道这个秘密。中华民国身份证提出来正面跟倒面跟变过，来，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嘛，好出来。你有看到背面的右边的上面，你有看无？有吧？还有什么物件？有无？你有看无？你有看无？中华民国的身份证。啊好，来，你还未听我讲的以前，你知影有迄个密码，请你举手。你拢上过课的，你啊，这上过课的拢讲伊知，你有较搞，我都唔知影你知。各位，还是中华民国，伊做这个身份证的时阵，因遐中国人的号码拢跟咱无同。伊老早就甲你分啊真清楚，你是台湾人，你是战败国家，你是战败老百姓，你是外劳的。所以因遐农民的身份证号后边号码拢无同，所以因伫荣总免职，伫即个这荣民之家免职，荣总医院拢免职。你无行动，你老老杂杂，你去用分裂，你老杂去用分别讲，你是台湾人，爱是中国人。但是伊伫口号顶管，甲你讲哦，不要搞族群分裂，分裂是因呐、啊。台湾人都在做兵啊，中国人是不用做兵，你敢知啊？你唔相信我讲你听？你知有一个叫陈诚有无？陈诚啊，陈诚的后生免做兵，陈诚的和后生。甲伊高中毕业的迄年，伊中华民国的法律甲改变，讲高中毕业会当出去外国留学。伊一个毕业，马上申请，马上离开台湾了，迄个法律马上改。来，各位，1945年8月15日。日本天皇导航，听好清楚哦，是日本天皇导航哦，不是日本政府导航哦。日本天皇导航以后，有一个旧金山和平条约，1951年9月7日签的，1952年4月7日生效。台湾这块土地到底什么人的？我直接说跟你讲。非常的清楚，法律上足清楚的。什么人有这块土地主权？什么人有是这块土地主人？伊都有权利将这块土地给处理啊。1895年4月17日，《马关条约》。《马关条约》因为头一年有一个清朝跟日本的甲午战争，清朝失败，所以在1895年4月17日。签了着《马关条约》，《马关条约》捌读过举手，你捌读过《马关条约》举手？哎，你拢有读册啦，有读册拢有读过啦。《马关条约》在哪讲？里面怎么讲？《马关条约》怎么讲？你说？哦，清朝把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读安尼，请你举手。读安尼，请你举手。啊，不是读安尼时阵，恁的课本无讲呢，忘记了。哦，好，好啊，这算一个理由啦，这台湾人常常在用的啦。来，听我先说。清朝把
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零分呢、啊？你阿看，我写原文底下给你看，原文安那写？你家己看，安那也要读无？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及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为签立合约，有无？什么两个？什么两签？大皇帝跟大皇帝签没有？不是清朝的政府跟日本的政府签没有？所以皇帝跟政府有同款？无同款呢？皇帝有这个土地交予首相去管，所以首相跟皇帝是无同款呢，是两个不一样的法人呢。因为你来讲，我跟你讲，想要讲清朝的皇帝跟清朝的政府，日本的皇帝跟日本的政府，这是无同款的。我证明给你看，因为1945年8月15号，日本天皇投降。1945年9月2号，因签一个投降书，投降呢。来，咱家看投降书签的时阵，是什么人代表日本天皇？伊迄当阵的外交部部长叫做崇光葵。来，迄个投降书发出来，我哩讲遮拢是有证据予你看呢，唔是乌白讲的呢，空嘴薄舌呢。好，来，这就是等下投降书啦。你有看哈、哦，投降书顶面有一个崇光葵，你有看无？你甲看崇光葵迄个线的后边，伊的 title 啦，伊的职务是啥物物件啦？你也看，看清楚哦。来，国旗我落来，来。Behalf of the Emperor of Japan an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， 崇光葵代表日本天皇甲日本政府。and 你有看哦，这表示什么意思？天皇跟日本政府是不一样的哦。啊好，过来你看我这，马关条约第二条内底，台湾周边的群岛跟这个澎湖，永远割让予日本天皇。啊，所以这个土地已经变成日本天皇的土地。但是日本天皇的土地有这个土地以后，旧金山和平条约日本天皇签署，但是日本天皇签署的时阵，有对日本天皇处分无？无呢，27条无一条改讲处分呢，所以没有处分的话，就代表对他没有处分，所以他原来所拥有的仍然继续拥有。所以我问你，台湾这些土地主权什么人？日本天皇啊，有清楚无？所以跟你读的时候拢无同款呢。还有一个证明给你看，这边的尖阁群岛，尖阁群岛是钓鱼台啦。尖阁群岛是钓鱼台，你知无？你拢知影对不对？知影举手。尖阁群岛就是钓鱼台，真好，因为中国人拢唔知呢。中国人因为即摆迄个钓鱼台伫发生代志啊，中国人报纸安怎写呢？哎呦，我们两边都不要吵了啦，我们把尖阁群岛交给日本啦，钓鱼台交给中国就好了。你听有无？两个相关的物件，所以尖阁群岛希拉蕊就是美国总统的国务卿，当然伊即摆落台啦吼。顶个月还袂落台，是伊讲三摆，伊讲啥？伊讲尖阁群岛的管辖权是属于日本政府，尖阁群岛的主权立场美国不表态。你听我，国讲一摆。对于尖阁群岛的管辖是归属于日本政府，但是对于尖阁群岛的主权立场，美国不表态。所以各位，尖阁群岛什么人的？日本天皇的。但是谁来说对于日本天皇的拥有尖阁群岛的主权的立场他不表态呢？因为发生在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一条的 B 啦。第一条 B 来你讲啥？就讲日本天皇建书以后，伊虽然无对伊处分，领土无处分，但是伊对于一个物件甲限制，甲 suspend 就是吊起来，
伊个权力甲吊起来。日本天皇将日本这个国家的代志、国事啊、国家的代志来交予由人民所组成的政府，这是原因啦。所以美国到今日态度不爱别讲个清楚，所以即马伊只会伫后壁甲西隆安倍晋三叫伊讲你是修改宪法。宪法第四条甲第九条，伫1945年建书的时阵，九月份。那个麦克阿瑟啊，用一礼拜时间将伊宪法改变，就是原来明治宪法甲改变第四条甲第九条。第四条是啥？日本皇帝的权力啊，改 suspend， 就是讲叫伊爱交予首相去管。啊，第九条是讲日本的迄个部队啊，改掉，讲日本袂当发动战争。安尼，甲今日日本才变作有一个自卫队。啊，一个自卫队啊，无国军的时阵，所以。莫怪人日本人开始讲，我们都从来没有主权啊，因为啊，是美国叫美国占领啊，美国个占领，表面上无，实际上美国完全掌控。所以今日大日本帝国的土地是甚物所在？北方四岛、福海道、那个北海道、本州、四国、九州，啊个台湾、琉球。澎湖、新南群岛，这个规片红的部分，你有看无？红的部分啊，拢是大日本帝国的土地。但是这个内底有一个韩国，韩国是安那？是1905年，韩国的皇帝伊的主权留咧，但是将管辖权交予日本的天皇，所以韩国变成是日本的殖民地。这个台湾情形无同款呢？台湾的马关条约就是讲，永远割让，就是啥物，啥物物件拢交予日本天皇。但是韩国是干呐，管辖权交予日本天皇。啊，所以咱所读的册内底，我来问你咧，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，请问对的话请举手。啊，不对的请举手。你拢胡白讲啦，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啦，但是今日。已经不是了，为什么是日本？因为1945年4月1号，安尼台湾的问题有深无？还阁有呢，还阁有呢，你去听哦。本来因为殖民地才可以割让，啊，殖民地割让有几个例子讲给你听。1898年，美国跟西班牙战争，西班牙战输以后，伊挂四块土地给美国。波多黎各、关岛、古巴、甲菲律宾，因为这四个所在拢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啊。国际法、万国公法规定，殖民地才可以割让，不是殖民地就不能割让。所以你会当知影，今日大清的皇帝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天皇，表示台湾是大清帝国的殖民地啊。但是台湾是大清帝国的殖民地。也嘛未当讲完全是殖民地，是叫做破殖地。安那讲，来，台湾伫迄阵大清的时阵，台湾的土地，即、這个地图安那来，横看一下，台湾的地图，伫大清帝国的时候，它的地图，你有看无？看到没有？这不是我画啊，这是历史内底有诶呢。啊，这敢有像台湾？是不是台湾？是不是？是个亚洲。啊，这个台湾都无唔对啊！你也唔敢举手，啊，你会甲问讲啊，正平奈无去，有啊？啊，那国民党要来甲你讲正平奈无，用那个时候沉在海里啦，落尾才浮出来。我甲你讲，因为迄当阵大清帝国只有能够统治台湾的西半部六个屯垦区，右边的土地是高沙族的啦，高沙族的啦。啊、你也看嘛，看大清这四中国人看了夭寿的，唔是因家的土地嘛，甲挂互人呢。啊，所以挂过来了，才有迄个塞德克巴来去拍迄个影片呢。高沙族讲奇怪呢，啊，我的生活领域，啊，你怎么日本人跑进来？所以因有群起反抗啊。但是呢，日本天皇他们讲，自迄个时阵，大日本帝国。伊这个国家是全世界、全国际上第一强的国家，在迄个阵，美国才算第三流的国家，娘娘呢。
爱上盖强的时阵啊，美这个日本上盖强的时阵啊，伊拢照起工来。伊敢讲这个高山族的甲反抗啊，但是台湾这个土地，清朝的皇帝已经挂号呀。所以伫1905年，伊开一个国际会议，来决定讲这个高山族到底是毋是一个国家。结果开会以后，高山族是部落式的14个族，按因判断讲，伫国际会议来讲，安尼这高山族毋是一个国家，所以伊个征服开会。战争法里面没有打赢跟打输，没有这两个字 win 跟 lose 没有，刚刚 conquer 征服者征服者。所以当然这个日本天皇就派警察跟军队为北部跟打到南部，小小的台湾打多久？打十年，跟清朝不一样，清朝三天就解决了，砍掉起来就去签那个马关条约啊。你看高山看多强就好了啊。所以这个1915年日本天皇建构台湾主权，这是头一次台湾人有主权，台湾人台湾这个土地有主权，是1915年啊。没来证明1922年2月26号华盛顿裁军协定交给国家第19条的契约里面说，台湾澎湖是属于归属于日本天皇。所以台湾以前无主权，到1915年建构以后，整个土地拢是顺服在日本天皇底下的时，才有国家。啊，你捌读无？你毋捌读？我以前嘛无读过，是到落尾啊，美国提供资料，啊才知讲哇，台湾过去是安尼。啊，所以台湾人过去400年来有没有建立过自己的国家？有的请举手。没有的请举手。你别当不爱举手，我先跟你讲吼。啊，你不爱举手，我乃知讲你读，你我来跟你讲，你听无听无？你若听无，我讲一摆啊。所以你一定爱举手，啊？那个当然不算啊，那个只有两天而已啊，一个礼拜而已啊。啊，所以各位，台湾这块土地真的有主权 sovereignty。是伫日本天皇1915年以后才有诶。来，啊，台湾这块土地到底啥物人诶？日本天皇诶，千真万确，到今日没有改变，完全阿未改变。美国甲日本战争，日本天皇战争，日本天皇投降。我请问你咧，你用你头脑家想看咩？今日。琉球美国献给日本，因为大家知道以前琉球是日本的嘛，日本天皇的嘛，啊，台湾这块土地嘛是日本天皇的，啊，所以美国将来若想讲这块土地要甲解决的时阵，伊要甲什么人谈判？甲啥？甲日本天皇谈判呐？啊，有简单无？啊，所以中国是差啥？跟你完全无关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就安尼无关，你听好无？中国人话真巧，我甲你讲，你唔通看中国人。中国人毕竟无咱是即马台湾即个土地顶管的一挂国际法的学者，中国的学者变较巧。遐个学者读了较好。2007年，我当然我2004年开始研究战争法，发表以后啊，中国感觉惊着。咦？啊，台湾有一个小囝叫林志升，伫研究战争法，伊嘛可以研究呢。南京军区的司令员和武汉大学83位的教授去研究战争法，2009年一下出一本册，哦，我甲看来这跟我写一模一样，但是为头到尾欠一个物件，台湾伊无写，啊，啥呢？台湾无写，因为中国的高转已经足清楚，台湾与中国毫无关系的啦，所以。中国这3年以来，过去邓小平、江泽民、胡锦涛初期的时候，都说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有无？各位，3年没听到啊，用3年没再说啊？为什么？哎，他如果想要变一个强的国家，他要照国际法来呢，不能黑白母呢。
袂当讲你看到介意就是你的呢，看到事业查某讲啊，这个我的某，安尼敢袂使？无遐简单呢，对不对？三年来，他从来没有讲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伊即马讲啥？核心利益 （core interest）。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。啊，听有诶，举手。我是听无啦。什么叫伊核心利益？记载伊讲诶啊，遐简单。温家宝要落台诶时阵，顶个月伊家己讲诶，过去拢讲啥？亲爱的台湾同胞，有无？啊，即马讲啥？台湾人民，各位，你看报纸拢乌白看呢？真正，你拢乌白看啦。台湾同胞跟台湾人民是不一样的呢。台湾同胞的意思是啥？台湾是中国的，所以叫同胞嘛。哦，那不叫日本同胞。伊嘛讲日本人民嘛，啊，即嘛讲台湾人民，意思是啥？好啦，我知影。啊，你台湾不是中国的，啊，所以恁即嘛你追求的是日苏美战，伊也知影。啊，所以他开始用吼，用给你怪台湾人民，由他发表的这两句话，我刚看出来，中国对台湾的策略已经改变了。所以2005年，我看的这个我写文章来，我就讲啊，后摆中国一定用房地产和咱台湾去行，因为伊足清楚，伊要用法律无可能。你也看哈。啊，還有一个证明，2006年，俩迄俩做飞弹危机的时阵，飞弹危机，李登辉选总统的时阵啊，有啊。李登辉伊讲啊，中国你用空包弹呐、啊，有啊。其实你偷想就知，伊敢敢用实弹？因为台湾啊，甲伊无关系，伊若用实弹，就是迄个啊做火箭，迄、那个火箭内底有装炸药，啊，若飞过来，我甲你讲，开始战争啊。那就真的侵略了，所以用啥？用空包弹，啊！是美国来要讲的时候，啊，我就用空包弹啊，啊，别讲怕死啊！我来讲，政治上拢是咱乌白母啦，啊！你台湾人乌白惊啦，你看报纸的时候，你袂惊吗？哦，嗨啦，中国足强的啦，强起来惊死人啦！啊，我跟你讲，伊无强，互你听无？你要听无？啊，你别拍手，我拢要跟你讲。伊有航空母舰对不对？迄只航空母舰偌济钱？你知影无？2000万美金呢？2000万就买一只航空母舰呢？啊，你知影美国的一只航空母舰偌济钱？79亿美金呢？2000万美金啊，加79亿美金的航空母舰能够对抗吗？全世界一个国家，11个国家有航空母舰，敢若有一个国家的航空母舰内底拢空空的，无飞机的？啊哦啊，搁穿乌烟，你有看无？迄个唔惊你知影就对啦。啥物穿乌烟？我跟你讲，即只航空母舰，迄当是乌克兰迄当做的时阵，伊有钱的时阵做的。罗贝安呐，伊要甲拆掉，伊将烟囱啊拢炸掉，用炸药甲炸掉。啊，伊要用废铁啊，买雷米。啊，即、這個、中国有一个公司啊，去甲买。迄种我讲的是中国军方伫后壁塞弄的啦。啊！伊买了，讲伊要做这个做啊，水上的旅馆呐、啊。啊，2000万甲买了吼，啊，为遐安尼晒偌久咧？晒几年外呢？晒年外晒到伊个大连呐、啊。这只航空母舰，你也看嘛？顶管你有看到飞机无？有无？无呢？啊，航空母舰无飞机是要做啥？这只航空母舰。上无有三个很大的缺点。第一，航空母舰顶管伊若飞机停咧，伊要有一个拦截绳，有无？你讲看人美国的迄个航空母舰啊，爱飞机降落，尾啊拢有一支钩啊，有无？那落来钩啊，甲钩咧，啊袂去走去，袂浪咧海底啊，有无？啊，你有看无？你有看这钩啊？你有看无？拢有啊，拢有一只钩啊，你有看无？有无？我甲你讲，中国无法度做啦，甲其他国无法度做。啊，无迄个狗啊，伊飞机是要哪飞？有啦，人伊最近讲伊有两架飞机吼，伫遐降落啦，迄是特技表演啦。几啊千只的驾驶来找两下总是有嘛，对吧？找两下来做迄个特技表演，那无法度。啊，你若讲真正讲，我去作战啦，伊在规个连队、规个中队拢是有法度的，才有法度呢。啊，这第一点，第二点，他都在演讲讲过啊。
啊，过来，伊个雷达，美国航空母舰的雷达，伊有一个防护网，就是讲今日你伫雷达个讲，我伊个航空母舰伫即个 A 点，其实啊，它没有在 A 点，伊伫啥？伫 B 点，伊刷去伫 B 点。刚才袂清，咱即个办公室，咱即个水，即、這个做水月员，美国甲咱帮忙，即、這个水月员你若用。